问两位，其实在这一次的大马公开赛中，你们对自己的期望是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？其实我也没有很像 expect 我们会赢这场球，我们只是对自己有信心，就是信心是重要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比赛是很高的 CP 很高，我们也没有很像对自己要求太过的高，因为我们过去的那几个星期我们真的是很压力，因为我们没有赢到一场球，而且就是大的比赛我们很难，所以呀，我们没有对自己期望高，就是打好每一场球，对。我没有放太大的目标，或者期望是有，可是没有太大的目标。我的期望在这个比赛是我们彼此都能打出我们最好啊，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平常先对大家不要说外界影响。那有什么想要和球迷支持你们家人朋友说吗？谢谢爸爸妈妈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 supporters， 谢谢你们，一直陪着我们，一直支持我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这是你们。就谢谢全部球迷，也要谢谢我的家人，也是。最重要是大家要照顾好自己，现在病毒还没有完全散，所以注意注意一下。这是两位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，就是顶级的。顶级的话上一个一千的，所以那这一次的压力会更。